哎呦我去！可以看到首尔全景，哇！全开，咔嚓呀！鸳鸯戏水了吗？我想拍两套走。咚的一下 ！Hello， 大家，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五，又到了我们的这个。那15年前的9月2号，2008年的9月2号，那天我主动就是在学校里面看到了我们家那位，就主动联系了。当时真应该忍住，那为了庆祝跟他认识了15周年，所以今天回去韩国最高的那个喜格奈尔 hotel 去那边啊，也是我住过最贵的酒店，去那里面住一晚。终于换了一个床了，这家伙原来是那个低的床，但是那个床垫子有点太软了，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腰不是特别好的，所以最近一直是躺在这边住宿啊，但是家里面实在是太软了，再加上熊孩子也该自己睡了，我跟我们家那位终于可以二人世界了，所以就买了这个全新的大床。我刚才讲非常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灯啊，是这种渐变的触控的 Touch ID， 我轻轻一碰，咔嚓呀，非常的柔和。然后这边里面有这种雕刻的光线，一打下来之后感觉非常像酒店，非常像 motel， 每天都住在 hotel 的感觉。然后这边乱七八糟，空调遥控器、电视遥控器都可以放这边。然后对上边它有一个台子，咱就把这个 HomePod 咪咪放上面了。Hey Siri， 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高云淡，万里晴空。Siri， 哇，你这个用词儿，我活了30多年，第一次听这词儿，天高云淡，万里晴空。Hey Siri， 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高云淡，万里晴空，白天气温在29度左右，停，夜间低温在19度左右。然后原来我的那个家庭工作室，我的拍摄视频的小作坊里面那个墙角放个柜子，给它放到了这边，还显得灯泡啊、挂座啊、什么东西都放到了这边。然后睡前玩一下这个阿联 Apple Watch Ultra， 睡前给它充一下电。然后这个是我们家那位画，它有那个数字，按照数字填上色就可以。熊孩子2个月前一脚给它踹碎了，正恩果然是力大无穷。哦哦，果然是天高云淡呐，万里晴空。多少呀？7537。7537，你的这个队服又穿反了。맛이어때？맛있던데？맛있맛있지？엄마좋아하는맛이야。五八配呀，五八配。知道这位吃东西肯定会做点啥。嗨翻。15周年还烫了个头。Beautiful。한남자가있어。夫人给准备了营养的早餐，太感动了。鸡蛋、酱油拌饭、饭、米饭、碳水化合物、酱油、咸盐，可供我们人体生存的这个盐分，还有蛋白质、胆固醇，众多的营养集于一身，集于一碗啊，太令人感动了。然后小苹果，白花花的牛奶。怎么有一股烤苞米的味道？고소해서贤妻良母 ，milk。酸酸甜甜的。哇，被你被点穴了。你补充点粗纤维吧，来藏去了，都看着呢。打翻落叶，已经是秋天了，秋高气爽。目前的温度是25度，正正好好，一年大概有这么3天的时间，是非常舒服。哎呦，什么？我吓死了！落叶进拖鞋里面了。今天就是那个3天中的一天，这风吹在皮肤之后，皮肤上的汗毛、小毛们都被吹起来了，就非常舒服，不干不湿的。Cuttle tea bag， 你家那位先去了洗手间。哎呦我去了！一个大礼物，一个
太冰爽了吧。临阵磨枪，不亮也光啊，不对，不快也光，手指甲全裂了，爆裂，发挥出了匠人的精神。后面看他这么认真过，出去要见人了，就要比美，与人比美，手指非常的关键。汉江花桌面可酿冲个呀，这种电子设备都有，都已经计划好了，在车里面要给它固定住。烤瓷吗？这是？太漂亮了，这边哔哩哔哩闪，哇哦，粉嘟嘟的，白花花。酒店就在这个乐天世界塔里面，76层到101层是那个喜格涅尔 hotel， 一共123层，555米高，就这哑铃。哎呦我去，这家可以看到首尔全景，哇，太贵了。Welcome. 一晚上90万韩币啊！但是停车停了一个小时，现在都已经是下午5点了，明天11点就完事儿了，晚上在这睡个觉就结束了。哇！但是这风景确实非常不错。大哥，正好现在是个大晴天，明天开始就多云了。这边是100层，这边是各个大桥连着。江北和江南，花90万韩币就可以学习地理，可以在空中看出这个汉江，人类的最新的科技，还有飞机场 helicopter 大床，哇，三上的大彩电，这有100寸了吧？还有这个雅马哈的 speaker， 雅马哈的扬声器，这边啊、哦，还让我办公的小桌子，哇，这脚杠，啊，这有一个 purpose 喝着茶，这边是干什么？哦，这不就可以看着首尔全景鸳鸯戏水了吗？이것도먹을수있는거지사실이거9000원인데야다본써오这90万花太值了，这家窗帘不用自己拉了啊、哦、这是开停关停哦，早上应该来一下，全关哦，全开可差呀！啊，这是有瘾啊！집에이런거하면좋겠다。100层大高楼，最终还是点了外卖。看、这个是多少钱？只需12792块。你这么高？我这么高。刚忙完，刚才一直在忙，这些啊都凉了，冰凉的这家伙。嗯，喝你啃。哎，我相当辣，说完就跟我们家那位去85楼游泳去了。아빠가남자니까여기보여도되지않아벗어도되지않아안돼안돼아부끄러워어너도벗을래游的真好，还能打招呼，还能打转。Surprise！ 前台免费送的，因为你停车费了好长时间，他们竟然免费送了香槟，第一次喝香槟，哇！小蛋糕还是特意给熊孩子准备的吧？蛋糕、水果、香槟，美丽的风景。호기심을자극하지와짱짱짱오빠와와뭐야이게사과어사과아젤리야나이젤리야딸기오됐어응됐어되게맛있을것같아이파이와티라미수맛이야아그래티라미수티라미수
香槟我特别有来的。先教大家一下如何打开这个香槟。我们先把这个金色的小纸片子给它撕开。아빠근데와있겠는데어나샴페인까는거알아아진짜 샴페인까는거알아然后把上面这个小揪揪小揪揪给它摘下완전금색의황금这上面有这个铁丝儿我们把它给掰开把它拧开啊拧开之后他们为什么要给一个这个小白布主要是因为让咱们把它给包裹起来握住然后轻轻地转动咱们的这个瓶子就搞定哦把香槟拿特走이거탄산인지어这样就打开了어용기용기어冒烟了용기거품뭐라고 yes 喝的就是泡沫阳光下的泡沫아빠이거그렇게따는거아닌데이렇게하는거야어아니엄마가이렇게해야된다냐아이건진짜샴페인아빠는역시술을안좋아해이거는애플타츠라고영화좀보자아맞다이럴때영화게있어야지这个是真好吃，非常的软。얘보다더맛있는거알았어여기와서야경보자在这必须拍两张照片。去来吧，飞凡，今天我就给二头他演示一下咱们。哈佛茨到底应该怎么样？他看看这个，哈佛茨没有速度，没有身体，但是他有身高。这时候咱们，漂亮，前叉这是他的优点。越位哈佛茨另一个优点就是非常喜欢越位。哈佛茨，精彩的丢球让队友跑出了空间。现在已经是12:40了，我们早一点睡，明天早上看一下日出。You're never lost among the crowd with me. Never lost among the crowd. 云上的日子。哇，这밖에봐봐，天亮了。Now you are in New York. 大黄桃。这个是茶叶啊，不是鸟给的什么茶叶包。这啥呀？口子干了没？干不完。그냥땡。네감사합니다닭구이아들하나먹을래파인애플당근비트这个对身体感觉非常。이거몸에짜좋은거다이거他这个68一位的早餐感觉还可以，萝卜牛肉汤、鸡蛋，再加上这个美剧里面经常出来这个蔬菜叫什么玩意儿？这个果汁儿，2:15的橙色这个颜色，柚子果汁，好玩的。不吃了，太大了。太맛있지？哦，감자맛있어。감자왜이렇게맛있어？柚子짱맛있어。这个。土豆非常的软糯，外脆里嫩的，一进嘴里面咔嚓一下就全碎掉，全晃掉。哥，我他妈磕巴的，不是男的也。哎，刚不是你刚不饿了？我吃苦啊！嗯。吃苦呀？这是中式的。第几轮了，大哥？我跟他现在的时间是10:25，昨天下午4进来的，一共在这个屋里面住了，我算一下，我用我的量子力学算一下，12小时，10+16=11对吧？7小时，一共住了19个小时，花了90多万韩币，加上早饭的话，一共花了将近110万韩币。
整个还是非常的舒适的，然后还可以看到外面美丽的风景啊。但是多少还是非常的贵啊，多少有一点遗憾。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让我感觉这个90万花的非常的值。Look at this， 咱们这个洗手间厕所，当我们一进去的时候，咚的一下。哇，大家看里面还带灯的。总之这一个坐便器就感觉咱们这90万花的还是非常的值的。